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呀？找你半天了。你找我干啥？不是，装修公园那边说你不装了。咱们给大师的风水钱还有装修材料的费用加起来10万呢。什么玩意儿？十万？你要不装，那钱打水漂了。哎，等，停！什么10万块钱？啊？还装修？风水先生，是吧？这么回事？我不是不跟你说，我怕你生气。你找着风水先生给你看这风水，改的运，钱不用那啥。好啊，改运是吧？哎，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你知不知道我这个钱是用来干嘛的？我做专辑的。知道，你别着急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。你别解释了，赶紧把钱给我要回来。那怎么要呢？都花了，装修都花。都给了？都给了。花完了？啊。这明摆着是个江湖骗子嘛。不是，现在也好多明星啊都这么做。都说挺灵的，我也是试试嘛。你有没有脑子呀？啊！别人瞎胡闹，你也跟风。我这有没有脑子？咱这么多年兄弟，为这点钱，你至于这么说我？怎么不至于？就是因为这么多年兄弟，你才不应该这么做。行，周然哈，行，我现在就给你凑钱去。我凑不齐钱，不回来见你。高哥，一块钱的。高哥，一块钱的。主任，其实这个主意也是我出的。哎呀，你就别跟着添乱了，省省吧。喂，保洁公司吗？是啊。我需要2个钟点工。对不起啊，现在人手不够啊。什么？人手不够？对，你们人手不够开什么公司啊？不好意思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齐时雨啊，我知道你家里需要打扫卫生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唉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。放心吧，打扫卫生是我的强项。说吧，都哪儿？哇，你们家可真够乱的，刚被打劫过吧？唉，你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。说吧。从哪儿开始收拾？那你先把这个名片都放名片夹里，嗯，很重要的，别弄乱了。然后把我的音箱放到电脑桌上，那个花瓶是放在花架上的。对了，那堆书是放在卧室里。好，行，我们一样的来，行吗？先从名片开始啊。黑狗了，多久没给他洗澡了？3年、4年吧。来，现在照一下自己的发型，喜不喜欢？行不行？到底小岛飞耶！
卓然啊。啊。其实是小徐告诉我，让我来你家收拾卫生的。这个大嘴巴，他还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他们惹你生气了，你还把高哥给骂走了。别跟我提他，提他我就气。我觉得吧，这件事儿是他们做的不对，但是他们也是为了你着想嘛。我知道他们是好意，好心办坏事啊，更让人头疼。喂，程俊啊。啊，这样，你听我说，你千万什么都别动啊，等我过来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哎，妹妹，嗯，我有点急事，我出去一趟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行，没事，放心吧。哦，对，你收拾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，有一幅画是两只手托着一个陶瓷。哦，一定帮我收好了。嗯，好嘞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的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路上小心啊，慢点开车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没发现你。我进来时候我看你太认真了，也不好意思打扰你。你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在这待这几天有什么感受吗？挺好的，我感觉大家工作都挺认真的。哎，对了，我这两天写了一首新歌。嗯。你给我听一下呗。等会我单弄这个东西呢，你先放那儿吧，回头我听。啊，这样。那放这儿了哈。嗯，好。转你啊，你忙你的啊，你告诉我。哎，林墨，啊，这吉他我拿去玩一下可以吗？啊，玩吧。啊，你忙啊。梅荣，你在忙呢？是啊，坐上坐的我头都晕了。你要是会弄能帮我就好了。坐正我倒是帮不了你，不过我可以让你的脑子清醒一下。我最近写了首新歌，我唱给你听听好吧？好啊，正好我可以休息一下。好。我只想喝个烂醉，我只能不醉不归，喝多了大不了就在马路上睡。我只想喝个烂醉，我相信有一天不用再那么累，不用再喝醉，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生活，一样的工作，站在镜子前面的我。
我不知道今天该和自己说点什么。昨天喝得烂醉，现在想想后悔。怎么样？听完这歌感觉怎么样？那个，挺好的。沧桑的。对对对，沧桑。你还是听出来，感觉了。但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味道你没有抓住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你不觉得还有一点点激情和含蓄吗？点点是吧？是那个吧，就是你得细细的听。对对对对对，要细细的听。那我再给你唱一遍啊。那个不是，我还要那个。好多账要做，然后对对，等我下次有空了，然后你再唱给我听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你先工作，你先忙，我再去好好练一下，回头我再弹给你。哎，好。真的，但是真的挺有激情的。对对对。你们俩还在呢？哎，军哥。哎，江彤又给你弹出了一场演出。真的？啊，你和麦麦合唱那个单曲啊，推出去以后反响特别好，演出都排到月中了。啊？真没想到这首歌能火啊！是啊，我倒觉得我自己那首单曲应该反应不错呢。哎，你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，这也是最大的好事了。麦麦呢？下午我就没见着他呀。我刚才打电话打不通，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啊，算了，我再通知他吧。江总，那个卓然的专辑啊，又要重新做了，前期准备的工作量特别大，你们俩要忙一阵子了。那个林木这个月也有几场演出，你们把时间搭好了，安排好啊。放心吧，会安排好的。好啊，对，还有一个事儿，也很重要，就是晴天要来我们公司做专辑了，也是由你们两个配合制作啊。啊，一下子这么多事儿，我恐怕忙不过来的时候啊。哎呀，尽量做好吧。对，你不是还在大陆呢吗？让他也练练手啊。行吧行吧，我尽量。哎，你找到画了？对，那个卓然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小心把画弄破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用胶带已经粘好了。油画破了，怎么能用透明胶粘呢？我是想等你回来再处理，先把它粘好吗？你怎么不打电话问问我呢？还有，你怎么能把这个画弄破呢？我真是没办法相信你。你看把画弄成这样，我都没办法修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主任，我错了吗？对不起吗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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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什么用？你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你就知道你的画，你有问过我吗？我当时连饭都没吃呢。刚才为了给你找话，我从那上面摔下来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受了伤，你知道吗？
你又没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？卓然，我是不是在你眼里连一幅画都不如？我恨死你了！不是，妈妈，妈妈。有什么了不起？麦麦，麦麦，麦麦，放心吧，我弄坏的话，我会赔给你的，我不会赖账的。你听我说，那幅画你赔不起。我知道我赔不起。你不用追着来侮辱我吧，我现在赔不起，可我将来会赚钱，我会赔给你的，你放心吧。你，啊啊！你干嘛呀，卓然？你放我下来！你干嘛呀？你放我下来！啊！你干嘛呀？啊！坐好。郑总，您看一下，这是这个月我们的固定支出。嗯，都有这些项。咱们公司这个月收入是多少？收入在这边。等我一下啊。哦。哎，李总。啊，那些画都在画廊保养呢。嗯，对，昨天多亏了卓然，都是他找的专业的画廊进行的维护修复。对对对，好，好的，放心吧您。我听说昨天李总家水管爆了。啊，爆了。那现在没什么吧？没什么，事儿大了，他珍藏所有的宝贝画全都受潮了。哎，不过幸亏人卓然这个行家在，否则啊，他珍藏这么多年的油画都变抽象派了。那当然，卓然原来是学美术的，嗯，这点小事难不倒他。这倒是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倒觉得李总家的那些画画的真的很没有意思。你看，要我想，用水涂一涂，抽象点，说不定还真成艺术。嗯，原来你是这么理解艺术的呀。哎，咱正厅这灯是你做的吧？对啊，怎么样？嗯，做的是什么？那个。哦。咸鸭蛋，那是水滴。喂，你懂不懂艺术啊？今天录音把棚都给占了，所以可以借机休息半天。哎，南荣，你中午有没有空啊？怎么了？陪我去买点东西呗。买什么？买衣服？不是，我昨天把卓然家的一幅画弄坏了，所以我想重新给他买个新的。哦，什么画？就是，两只手托着一个陶瓷的油画。那幅画估计你不好赔了。我听俊哥说，那幅画是李总送给卓然的。李总，李清瑶孟楚的姐姐啊。
哎，嗯，不对啊，昨天军哥说卓然去跑了一天的画廊，你怎么会在他家啊？跑了一天的画廊？他昨天不是在公司有事儿吗？不是啊，昨天李总家的水管爆了，然后是卓然跑了一天的画廊才给他搞定的。哎，别多想啦，他俩都是原来的事儿了。我没多想，我跟他又没什么，可能是有点饿了吧。那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去哪儿来着？等你半天了。你还说我呢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人也不见。我凑钱去了，钱凑够，我怎么见你呢？那你凑齐了吗？没有。哎，再不行过几天找几个朋友试试吧。都怪我瞎出主意，害得你跟卓然闹崩了。高哥，就10000多块钱，你也知道我平时爱逛街买衣服，你先拿着吧。这干啥？找女的不是这意思啊？哎，你先拿着吧，让我心里好受一点。看来小齐啊，行，算我借了，过日子我还你。说什么呢？现在把钱凑齐，卓然的专辑最重要。哎，那天我走了之后，卓然什么反应？还能怎么样？生气呗。这次真的给卓然惹急了。闹呀！哎，你也别闹心了，过几天卓然消气就好了。走吧，跟我上楼喝会茶，聊会天。我不去了，我赶紧凑钱去。你上去吧。那行，那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都还没有录，今天人生可能录不了。青哥，你可以明天再过来。我们对这首单曲很重视，所以说录乐器也必须跟着。但这样很耗时间的。时间没有问题，我们推了好几场演出就是为了这首单曲。那个，我是怕等久了消耗体力，影响明天的录音。没事，我可以的。好了 ，OK， 就是他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还有什么乐器要录吗？嗯，还有小提和贝斯。怎么没有鼓？是这样，真鼓的音色有点杂，那个这次就不录真鼓了，用电脑采样里面的效果会更好。真鼓的音色虽然杂，但是它非常有 feel， 它是人敲出来的，有很强的冲击力和真实感。但是这首歌里面有很多效果音了，怕真鼓倒是出不来，更何况现在电脑采样的效果都很不错，也很真实，这样也节省你的时间，不是吗？别给我省时间，我要效果。那我和铃木再商量一下吧。商量什么？效果。怎么了？妈了，那个晴天啊，事儿太多了。这个。这么大的腕儿，人家要求严格一点，挺正常的。你说的轻巧，你试试去，你腰子做断了。江鹏，我就找你呢。什么事儿？那个和声怎么只有三四个人？三四个人足够了，一会儿 double 就行了。秦编的意思是再多找几个和声，这样效果出来真实。double 效果是一样的。嗯，秦编这个人，你跟他们第一次合作不太了解。他做事特别认真，不怕麻烦，大家可能还不太习惯。
这样吧，现在我就给你去找去啊，别着急。行，那先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吃完饭接着录。哎，啊，好好好。看到没，舍友来了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严格要求也不是坏事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今天要是特别累的话，晚上我帮你盯着。算了，还是我来吧。这么久不来找我呀？嗯，公司最近比较忙。你说实话，是不是因为之前专辑的事儿生我气了？贾诺哥，既然你说了，那我想问问你，卓人的专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件事情吧，说来话长，我也是好心办了坏事儿。铃木他们说，那个合同是你伪造的。我伪造合同？当时我跟铃木签了合约，但是因为我跟宋小戴多说了几句话，铃木不高兴了，倒还反咬我一口，说我伪造合同。可是铃木不像那样人啊。他不像那样的人。如果那份合同是假的，他为什么怕我要告他一割两卖？如果那份合同是假的，他为什么要唆使宋小戴到我的办公室去偷合同？很多时候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但其实专辑这件事儿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卓然，他现在连唱片都不能发了。能怪谁呀？这件事他本身就没有听从公司的安排。一开始如果他把整个事情的过程跟我跟肖楠沟通一下，会出这样的事情？卓然其实人挺好的，就是呢有的时候有点傲气。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先把歌做出来，然后再让你们听吧。要不然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的。如果一开始沟通顺畅的话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状况？妹妹啊，今后有任何的事儿，一定要跟哥好好沟通。所以他们的事儿，今后就想办法，有什么机会再帮帮他们吧。哎，对了，有件事你得帮哥个忙。什么事儿啊？唐总他们呀要拍一个广告片，我让你去。这个很简单啊，直接跟公司说不就行了吗？哎，要不然说找你们公司麻烦吗？那不找公司怎么谈啊？你想啊，这件事情是我的私人关系，我就跟你私人合作不得了。你的意思是抛开公司啊？这样不太好吧？哎，你想想看啊，如果这笔账进了公司，据我所知你跟公司签的是道二八，你也不剩你一个了呀。如果你跟我合作的话，咱俩五五。再说了，唐总您的大公司，这个机会多难得呀，对你的知名度是非常有好处。可是私自接演出接广告的话，这可是算违约呢。你傻呀，你就直接跟公司说你托朋友找了一个宣传的途径，没劳务，他们拿你没辙呀。就算公司不追究，别人又不是傻子。我是觉得这样做太不道德了。道德？这个圈子都是见利忘义，哪有什么道德？啊，不，我的意思啊是说，你看他们给你签道二八的时候，他们也不道德呀。再说了，哎，国际大公司跟大牌艺人合作，对你的知名度的提升是非常有好处的。到时候你红了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。嘉诺哥，我觉得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，你让我回去再好好想一想行吗？哎，行了。
睡呢，起来了。哎，这黄死了，黄死了！赶紧把门关上，门。几点了？应该快十一点了。十一点了。啊！哎呦！哎，赶紧准备，一会儿秦天就过来录音了。嗯。云木。云木。嗯。醒醒，醒醒！你这两天熬得太狠了，今天晚上要不我替你录音吧？哎，我也想啊，那不行。虽然说好的我一个人盯着，要不然换了人他们又得啰嗦。你也不放心给别人录吧？可惜我是新手啊，要不然的话也能帮帮你们。你也没闲着啊，这几天跑来跑去。落实音响，落实和声，也累坏了吧？嗯，我可不想让他们觉得咱们公司的人没有能力，拼了老命也得熬着陪着他们。那辛苦你了，啊？谁的脚这么臭啊？嗯，肯定是你的呗。不是我的，肯定林木的。还说我呢，每次约你你都陪林木，你好意思啊？哪有，你看今天就不一样，林木约我吃中饭，但你一电话我马上就来了。这么好，那行、我请你吃冰淇淋。好，走吧走吧。这几天录乐器呢，大家都辛苦了，也比较认真，但是我这个人一向要求比较严格，其实按照我的要求还不是那么完美，希望再加把劲儿吧。接下来呢，要录人声了。我希望大家再加一把力，争取能做到最好。怎么样？大家有什么意见？没有，怎么说就怎么做好了。不知道怎么样，其实我一直想买个比较成熟一点的。哎呀，不太合适你了。哎，妹妹，你听你的歌哎。是，不过在这里听到，感觉怪怪的呢。哎，以后慢慢就习惯了。哎，我也得努力了，什么时候能听到我的歌啊？放心吧，很快很快。也都是江城的歌哎。哎，是哎，他的声音真好听。那女的是谁？不知道，可能没什么名气吧。别理他，刚才那个不是女孩吗？喜欢江童当然了，同性排斥一相吸嘛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走，你去楼下给他点。好。我笑着解回忆的毒，笑得眼睛已模糊，如今你又在哪个怀抱，我的肩膀还有你的温度。我笑着解回忆的毒，明明心痛得在哭，我像拳击台上的拳手，被爱情打得体无完肤。我像拳击台上的拳手，被爱情打得体无完肤。怎么样，江童？古家的对不对啊？嗯，
感觉是真的一下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说呢，千万不能拿音乐当成一个活来干，这样要是习惯了，不就是自己骗自己了吗？嗯，真的很不一样，学习了。这个月的通告出来了。哦，为什么没有我的演出啊？这儿有一场。半个月只有一场？是啊，我刚刚也去核实了一下，但他们说的确只有一场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哎，帮我拿一包，谢谢。曼曼，进来，坐。有事吗？嗯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有事你就直说。陈总啊，我其实就是想来问一下演出安排的事儿。哦，演出怎么了？嗯，是这样的。上个月公司不是给我安排了七八场吗？啊！但是这半个月我看通告表，好像只有一场。哦，是这样。上个月不是你和江彤一块唱那个合唱歌，走了七八场演出吗？但这个月江彤在给秦天做音乐专辑的制作，所以就推掉了几场演出。我正想告诉你，默默，你看最近通告了吗？看了。怎么那个麦麦的演出那么少啊？江彤的演出怎么那么多？哪里出错了？嗯，不会对唱改独唱了吧？嘿，那就一个人唱呗。用你那爱臭美的脑袋想一想，对唱怎么可以改成独唱呢？唉，上个月我们还一起跑过好多地方。听说演出商都是冲着江彤的名气来的，江彤一个人的出场费和他们两个人都差不多，况且公司又力推江彤一个人，所以呢，麦麦的演出少了，你挣的也就少了。来，你看看这个，音乐剧《梦想之巅》，这个是，这是电视台推出的一部音乐剧，要从各大唱片公司推荐的女艺人当中选一个女主角。不过呢，每个唱片公司只有一个推荐名额。麦麦，你好好努力吧。那您的意思是让我去参加吗？哼，还挺聪明啊。不过这个报名单你要先给我，来，还我，快，因为公司还没有最终确定呢。你的机会很大，啊？怎么？看表情。你和别人 PK 压力很大啊？哎，是啊，毕竟我是一个新人嘛。没关系，好好准备，机会嘛，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哎，曼曼姐，我的包呢？嗯，那儿呢。我出去一趟，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。我走了，木，拜拜。小慧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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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我刚跟他说的。那怎么还那么高兴啊？知道吗？其实最痛苦的人，往往不是哭，而是笑。